日本领军石原裕次郎今天中午搭机来华。石原裕次郎今天在机场曾经表示，他这次来华将和中华民国影剧界人士讨论合作拍片的事宜。他说，中华民国的电影水准近年来已经提高很多，因此他将设法邀请我国的影星前往日本，参加他自己的独立制片公司拍摄大型影片。石原裕次郎将在台北停留3天，他还要到他自己在台北投资的西餐厅去视察业务。